还记得上初中的时候，蓝色妖姬在一家餐厅里面当清洁工，为了能多赚一些钱，她每天晚上都会搭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家。有一天晚上，蓝色妖姬照常搭上最后一班公交车，车上面除了司机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乘客。可正当他们路过一个神经病医院的时候，一个长相奇怪的女人突然拦住了他们，她不停地向公交车招手，嘴里面还发出咯咯咯的怪笑。司机以为她也要上车，结果司机只看了她一眼就立马逃走了。蓝色妖姬问司机为什么不让女人上车，结果司机非常害怕地说道，哎呀，她可不是什么女人，她就是个怪物，她想要追杀我们。蓝色妖姬一看，发现那个女人果然在追杀他们，而且速度还特别快。蓝色妖姬吓坏了，连忙问师傅能不能再快一点，但这时那个女人已经追了上来。就在女人要进入车内的时候，司机一个转弯直接把女人甩飞了出去。蓝色妖姬趁着这个机会赶紧下车，但一旁的保安就把她拦了下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蓝色妖姬只好把自己的经过跟保安说了一遍。那个人我知道，那个女孩本来是学校里的学生，但不幸的是她有一天得了绝症，医生为了帮她治疗只能剃光她的头发，结果小女孩因为伤心过度出门的时候没有看路，不幸遭遇车祸去世了。听到这的妖姬思考了一下，立马报警把司机抓了起来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